昨天凌晨，台中市发生一起公寓火警，住户惊慌逃生。发生火灾的店面因为堆放有大量易燃物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屋主父子两个人没有办法从一楼逃生，他们最后不得已只好跳楼的方式逃出了火场。但让人难过的是，女主人还是逃生不及，命丧火窟。社区大楼前排店面住家发生火警，一楼堆放大量广告传单，火势易燃，一下子就烧起熊熊大火。女主人在三楼逃生不及，命丧火窟，父子跳楼逃生都受到轻伤。跳下来，我想现在就脸有点大概擦伤，啊，其他地方我没看到。这起火警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，社区大楼的住户大部分都在熟睡中，听到有人喊火灾，惊慌逃命。叫我们要下来这样。火警造成一人死亡，两人受伤，社区住户怀疑起火原因不单纯。目前整个的社区运作上呢，目前我们的主委并不是合法产生的，不是合法产生的这个情况之下哈，是不是之间有这个嫌隙？我们也请警方在侦办的时候啊，列入重点。消防建设人员先勘查火场，确定起火点，才能够进一步详细追查。